他也是没有带回来这里吗？嗯，他还无敌。哎呦，啊啊，无敌没了，无敌没了。嗯，要丢吗？不用。素描不是带回王座吗？没有没有，人偶，人偶，哦，人偶。有的。我可以问个问题吗？嗨、嗯，你们家的地狱门是谁放箱子的？不知道，放歪了哎、欸。有人在，隐约在挖我们地狱门，隐约在挖我们地狱门。我看到了。我可能要上去一下，完全没有挡到，还给他踩。哦，真的吗？那是很前面，很前面，很前面放的。啊，我现行了，哇的发。亮晶晶啊，我的那个为什么都没回来啊？哎、欸，你那杰面可以继续挖，我把球给冰下去了。冰吗？哦，我去冰他，这边再丢一颗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，因为我刚刚丢你了。好的。有没有发光啊？发光，我的发光都没回来、欸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小哥在右边呢、啊。嗯、哦，我知道。我要站高一点，不然就。你好机灵哦。嗯，我是知道他应该要来。你的小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等一下就八七了。哎、欸，有了。嗯，哎、欸，你们今天有没有突然下很大的雨？有啊，被那个女生吓醒，要回去。嗯，里面是死掉是不是？好、嗯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不确定。问题就很烦哦。哦，你又来？哦哟、啊，白痴，我干嘛去？阿基哟，阿基哟，爽啊！有没有45块的？啊！又是哈基啊！哈基啊！又是他之类的。哈基又来了！哦，哈基到这里了。感谢赞。等那个啦。小雨，你没发现？等你过来清那个箱子的、哦。哦，他们那个啦，厄运水晶。我刚想说你，小雨，你没穿那你的衣服。突然开口。你们都不，你们又都退回去了。哎，死光了吧？我死掉了。死回来了。小哥上去了，小哥上去了。啊，我知道啊，小红现在去手上面啊。嘿，往上走了，往上走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发光可以。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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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他丢那个手榴弹。看不到，杰瑞加油！看不到。而且重点是我都看不到，我都已经变成观察者，我还看不到。30秒啊！不行，30秒太久了。哎、欸，死掉，看到，看不到，十几秒。重点是看不到，你讨厌，太久了。不确定哪一个是杰克，那个啦，看一下，看不到杰克，因为最上面、最后面、上面后面那个，最上面那个，最上面那个，因为他拿的是旗子、啊，对啊，哦。有啦，因为差一滴。他们，哎、欸欸，我们等一下会有力量，对对对，他把我送回去了，啊、他把我送回去了，打不到，太矮了啦，送回去了哟，哦，嗨。小心你后面！啊，我看到，不要摔死了！喂，喂，我们的国王还好吗？嗯，摔伤而已。没有刚刚痛啦，没有刚刚痛，刚刚比较痛。哦，干嘛？杰克丢高、哦，一直丢。那丢一堆耶，那连环丢耶。哎呦没选到、欸，我已经没有斗志了，我要下去挖矿。生无可恋的国王，又失明。我帮你们亮晶晶一下哈，至少看得到亮晶晶哦。又发光了哦。
两边都失明是不是？对啊，两边都失明，两边都看不到。那小雨趁现在赶快挖，我看雨。我看不到。不是谁在射，看不到谁在射到啊？楼上楼上小雨楼上，他们有人重生过了。小隔离重生过了。没有啦，你们有发光啦。也是呢，我可以。失明，他那个反甲啊！他失明，他失明的话正在失明中。啊？他看不见，他恶心啊！一拳被炸飞了！一拳又被炸飞了！我不是这么炸他，再见，拜拜！这么好炸、啊？他没死啊！他没死啊、哦？你呢？哦，对，我死掉了。哇！他几盾是不是？四。哎，可恶。啊！我买到六个炸弹，可以啦，多炸一点，好吧。丢这里看谁要，冲、啊！我剩62块哦。这团团以后你要不要要往冲的时候带个 T？ 你说起码可以自像炸弹鼠那样的，对，把装备炸掉。觉得我觉得应该要这样，弓箭在巧克力上。嗯。又失明，没办法，欸、我刚刚从头到尾都不知道，我意识到说大家都已经死掉回去了，啊，对啊，那没办法，小龟死过，是他没发光，好烦、喔，没有啊，他有发光啊，我们看到三个人，那个是谁？谁死掉？啊，刚被不能跑全吗？不能跑步，失明不能跑步，跑不起来。哎呦，痛！失明讨厌，哇，有箱子，怎么多活尸在我们家？八十，刚刚没有爆一个月，啊，上了，真的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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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好穷哦！哎呦啊！正好打到头，天哪！我没有躲，我没有躲下去。哦，我扶在杂货商人身上，快到处跑一跑。那位过来看看啊！准备要讲的时候，你就往这边走了。你说我？对。过来跳跳看选选看的、啊。看选看呢、啊？小龟有功了，那我就。不要带钱。哎，漏水。跳跳。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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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。走不过去。哎，被成就发现了。他们真的很紧张，他要发光吗？他们家应该要发光啊！真的？哦哦哦哦哦，好猛哦！杰克又绕跑了，他一直在逃。哎，杰克，杰克，炸死他！炸死他！没死了，他没死。小龟回来了，可恶，还是没死。找找，那个是谁啊？谁放枪？谁？巧克力。哎，找不到箱子，找不到。哎呀，哎呀，为什么找不到箱子？那个箱子在中间。我刚有炸到。求你懒得换衣服了，有差了没差了没差了，哇救不到算了，来新剑士新剑士左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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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而且刚怎么又是一拳飞啊？那什么一拳怎么又死了？哎呀，怎么又死一拳呢？看看哈，死人哦！嘿，哎，啊，可惜，可恶。嗯，他到我的路线了。你的路线？嗯啊。你的打野路线被抓到了。对啊。啊？看来是没钱的。哦，团团你好多钱啊！嗯。啊！啊！啊啊我失明。嗯。三十秒。哪里有火焰？我要掉。这个岩浆，这个岩浆。一百五。慢慢，他们把钱全部提出来了。我又失明了。我觉得他很聪明耶，是啊，他看到你这条路，帮你把这条路哇照明一下，亮晶晶，哎，又可以去挖了，挖，哎，家里老家就活尸，嗯，活尸，死了，哎，楼上可以挖，你们上去挖一下那个什么那个传送门，够惊奇，三楼也不行，你被堵了。哎，我觉得你可以挖到传送门，可以挖啊，不是，好像时间挖完了。啊！哎呀，还没用完，还没用完就结束了。没有，你现在还有钱就可以继续用。对啊，我现在在继续用，你知道？明星的国家。好，用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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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是也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。嗯。啊，不行，丢自己的队，这那个。啊，可以啊，可以杀自己的啊。欸，现在不行啊，技能也不能使用欸。可以啦，现在也不能用。欸，又失明，还没跳那个结束的通知啊。哦，没有啊，可以死啊，可以，已经可以结束了。安全的，我看一下。哦，我刚没看到。哦，对，我刚还在刷那个成杀巫术。对，我还在刷巫术。刚刚有一度超刺激的。对啊，然后我就决定把我们的库存。多拿来用，我还有库存啊，我们全部存在那个保险箱，存了一堆钱在那里，大堆，大概一箱吧，一箱的绿宝石，两大排量，绿宝石。因为你们那时候第一天、第二天钱超多，我就想说你们一定要用，先把钱都领出来存箱子里，就不怕被偷，就不怕被弄了。其实第一天挖矿只是纯粹想挖矿而已。对，我们没有想要用巫术，那还没想到。嗯，然后那个杰克被哈基弄死那次也超紧急。我就说，哎，一拳帮我，一拳帮我，然后一拳，然后你要怎么死？应该我一点下去帮我。然后我就还在挖龙块，不知道家里怎样，因为他就很平淡，一拳帮我，一拳帮我。然后我就说怎么你要死了吗？他说我死了。我说啊，很多死了，超淡定。好吧，而且很奇怪，我明明一直瞄准的是杰克，然后两次我都是我不知道的状况下，怎么丢下去的时候，一拳死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怎么又？就是明明没看到他，吸引力法则，他被炸死了，一把炸弹吸过去。等了两次，我怎么又是你飞了？又是你，又是你啊！我怎么想到耶，我炸死了，不对，怎么是一拳？如果是一拳是国王，那有多好？对，一直炸到。不要了，下一场。你要玩吗？我让给凡金好了，我今天连线状况真的怪怪的。哎，你就叫你用中华，你都太不稳了。我没办法，家人决定的不是我能决定的。我也想要中华，我也想要中华。
办法，没办法。好多不是中华。对，哎，现在想知道，才现在想起中华的好。以前都在那边说种花种花，搬家了我宁愿种花，种花还是比较好一点啦、啊。我宁愿种花了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是两害相权取其轻。哎、欸，没错没错。厕所相机，反正就跟某个市长选的，反正就是选举，就是反正选要选就是选从烂的不中。